Osaka.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哋节目主持人山崎士。咁此时此刻，我就身处紧喺呢个香港国际机场，终于到我去旅行啦。虽然时间都已经唔早啦，已经系夜晚嘅11点啦，但都冇咗大家去旅行嘅决心。因为嚟紧班机都要搭比较耐，所以我都除咗眼镜，而家变咗四眼罩。搵下我闸口喺边先。不过今次过嚟都好多未知数，唔知会唔会睇到樱花啦，唔知天气会唔会唔好啦，睇预报都只有落雨，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唔知去唔去得晒 plan 好咗嘅景点，都好多忧虑。每次去旅行，因为太多嘅未知数，我哋就可能落机再见。有啲後悔冇拎埋件褸，同啲有啲教訓，而家仲係短袖。已經辛苦，終於到咗酒店，睇下擺低啲行李先啦，唔係都好難再拍嘢。陰公快去錯地方，唔係我身後呢度，而係我前面嘅呢度先。都是新花石柱，我原本想住9点准时嚟拎呢个周游卡啦，又发现咧竟然啊系改迟咗呢个营业时间，缩短咗，即系我要11点又摁翻嚟呢边路啦。依家趁等紧佢开门，就可能去睇下呢个附近嘅呢个神社先。唔知点解咧，去到大阪见到周街都系汽水机，仲要系价钱。平到你下，100元，真係低得有啲離譜。只係唔係之前奉獻過嘅人名咧？可能係即係有份捐就收葺呢度嘅啲善長人用。滑雪本身咧，我其實係想去試一個雪糕拉麵，即係期間限定嘅。但係咧咁啱佢呢個期間限定咧，喺我去到嘅時候咧，已經做完啦，景色可以加幅圖俾大家睇下，好似好正啊，好識執，試唔到，可能下次。可能旅行咧都要正面啲睇，冇諗埋嗰啲連環殺人事件。要想应该是上天给我机会，我在敲门市场里吃多些不同的东西。不是因为昨晚太早吃饭，即是7点零吃，然后在飞机上面又不是睡得那么好，个人都很颓。唉，好攰。见面到了，敲门市场就是我们正前方。一入咗黑門市場嘅間食刺身飯同埋湯公主嘅鋪，睇下出到嚟咁樣樣先啦。呢個いただきます。超正。試下呢個大阪燒先。
好似蛋糕咁。我想今日生日，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me！ 因为就当蛋糕。几好瞓。先先。何？我想中午七斤有啲，都几明显嘅差别。佢唔系脆或者好似饼咁咯，佢系软软地，即系好似蛋糕。就系酸唔咸，同埋有少少甜。唔知正宗嘅煮法系咪咩？如果拣，我会宁愿佢薄啲，可以脆啲。如果你问我咧，我就觉得呢个敲门市场就好似一个都几大规模，有纵横几条街嘅个街市，一杂货都有，熟食海鲜为主咯，主要都系。An eternity later， 边个一班波子终于整顿完啲行李 ，check in 完，睇下情况。依家咧就因为我哋住嘅酒店都好近呢个地标通天阁，所以我哋都改睇下咩龙料先。我哋嘅前方喺画面中间，要有个类似咁嘅人像。听讲话摸佢只脚咧，就会得到呢个好运。就一齐嚟到，都不妨去试下。最估唔到嚟到玩个上滑梯都要签生死状，唔知乜打完有种崩煲啲嘢咁。呢度有晒 poster 教你要点样做啲保护自己嘅措施。Okay, lay down, shoot up, let's go。哇！咁快上滑梯，非常之惊险，冲力都几强，有啲晕上之后，可能老人家啊，分三啦咁啊已经。我通天阁都几识收钱，咁啱啱就离开咗。除咗佢嗰个上滑梯同埋本身通天阁嗰个展场系分开收钱之外咧，一上到去咧就会路过一群嘅呢个扭蛋机啦。然后有啲俾你订银仔嘅地方啦，有更多俾你订银仔嘅地方啦。到你睇完晒个展览，佢又会再直接翻落去嗰个 souvenir shop 度嘅，真系好鼓励你消费，用心良苦。我站在这边，天天假想再见。由依家就趁日落之前嚟到深斋桥同道顿佛中间，受人所托啊，过嚟买啲嘢，我睇下 beatbox 啦，同埋睇下鼓励果。由呢个深斋桥上到嚟呢个阿佩嘅三百展望台，个景都几正，俾大家同香港嗰个 sky 爆咗肺。唔知系咪因为呢度啲楼相对矮咧，嗰个距离感比香港嚟得仲犀利。飞同埋换飞咧就会喺呢栋大厦嘅十六楼啦，咁然后咧就会搭一程电梯上到六十楼，然后落一层咧就会嚟到身处呢个纪念品商店啊，有需要都系喺度买下，有呢只好厌世嘅熊。不过我哋咧就要再落一层去到五十八楼呢个西北方啊，就可以望住呢个日落嘅景色啦。而大家如果要过嚟咧，预翻日落时间最后钟，咁就可以睇晒嗰日嘅日色、暮色同埋夜色啦。咁同埋呢度有个比较特别嘅就系呢个 pineapple candy 啊，啲大阪人嘅儿时回忆啦，即系好多小朋友都食过呢个糖，咁佢就做咗雪糕咁样，都 OK。不过我觉得系有啲嗰啲菠萝糖嘅脆脆啊。同埋都有啲奶味去中和下，唔会太酸，唔会太甜。
我想啱啱喺嗰个阿佩嘅三百度影响咗劲耐，先嚟搵嘢食。结果发现周围出名嗰啲都full晒，咁就求其走咗入一个横街窄巷搵嘢食。有一间日式烧肉啦，系服务都几热情，但系嘢食咧就都几有香港嘅熟悉感啊。咁当然食落系好啲嘅，始终在地嘅食材。不过佢卖相同香港嗰啲真系差唔多。第一提嘅系间小店，个老细都几好人。我冇饮酒，嗌咗包酒嘅餐，佢都好人咁帮我扣翻啲钱，值得一赞。而家如无意外咧，都翻去酒店啊，攰啊，老人家。今日嘅片都到呢度为止啦。咁咧喺我哋身后好靓嘅新街桥派作结，一样啦。希望大家多支持下面留言 like 同埋订阅我嘅 channel。我系新提示，我哋下次见，拜。